记得啊，多出国，多旅游，早点睡啊，就这样子。能带父母出国旅游就赶快带啊，不然没机会了啊，就这样子啊。我有跟你讲啊，没机会了，你努力的上班，最后没机会啊，就这样子。等你赚到钱了，父母差不多也死翘翘了啊。